打打气，辛苦，好辛苦的，我怕死啊，会有受伤，已经好了，你说。有啊，有手伤啊，冰岛了。身上的伤已经好了，已经愈合了，因为都是一些淤青之类的。那顶峰的单场你是要很拼的，冰岛。没办法，因为这个角色他需要这样。就是跟他在一起要一定要拼出来。来真的嘛？对他喜欢来真的，那我觉得来真的也是对的，因为我们这个角色是需要体现一些海，就包括海关也好，国际刑警的一些行动上的能力。嘉宾咧多唔多啊？我得两场，其实我主要都系啲文书。揸枪就两场咯，但系我特登去枪房去练嘅。我练咗射咗100子弹。100发。咁我系特登。係咯，即係特登為部戲去練，因為始終有兩場戲係係咯，要揸槍持槍。係難唔難 handle 啊？你覺得槍戲？槍戲我因為有練過，我就唔覺得好難 handle， 但係反而係阿霆鋒，譬如想我跨欄啊，又一邊跨又要好優雅地，又要射槍，咁我就覺得啊，好似要好難協調咯。咁係啦，嚇！我整親啊！我後來不知點解，其實佢試拍的時候很順暢的，我一嚟就撞到成腳瘀曬，所以後來我話鄭霆鋒，我都係照瘀我入嚟數咁樣咯。咁拍咗幾多次啊？幾次啦嚇？回饋你啊，鄭霆鋒。冇啊，咪唔知點樣煮餐飯咯，咪唔知。一個好薄嘅動作指導。佢係好薄嘅，但係我覺得都好欣賞啦嚇。因為他堅持今次即係唔想用特技啊嘛，即係所有嘢都真貨櫃啊，真直升機啊，真咩全部都係真嘅嚇。跟他們合作有什麼感覺？跟誰跟陳峰？就是還想再來一次，然後也不希望它結束。是不是不夠？對，不夠。特別是我跟嘉欣姐還有學友哥，我們的戲份是對手是很少的。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遗憾的一点。嘉欣，你咧多唔多？同佢哋对手戏？我同阿亚瑟就好少啊，所以系咯，因为我个场所主要喺香港海关嘅即系 office 喺 HQ 啦，跟住喺我同阿学友即系嗰个 apartment 啦，咁所以其实唔系好多同场嘅戏咯吓，有啲同学友多唔多啊？同学友系啊，因为我哋情侣啊嘛，咁一段时间冇合作嘅。哇！我有十幾、廿幾、三十幾都同佢合作過喎。第二次電影啊，係咯，第三次啊，電影第三次，第一次係拍 music video 情書啊嘛，咁所以變咗冇係只能夠話即係越演越愛咯，即係嗰個愛咧係唔吃力嘅，你唔需要勉強嘅，因為實在咁多年啦嚇，次次都係情侶。咁所以我只係希望下次可唔可以唔好苦戀咯，可唔可以有個好完美嘅結局咯？次次都好似好慘收場。咁係咪今次都冇打算結局方式定？冇咯，所以我咪話點解啊？點解要咁樣咧？我試俾你哋下次啊！哦，好啦好啦，下次，但係下次我又50几嘅咯，可唔可以唔好下次啊？可唔可以40几嘅時候再嚟啊？係咪啊？咁你好舒服啊！係啊，因為實在太多年了，咁你我覺得演員最關鍵就是信任咯。咁尤其是情侶啊，譬如啲比較親熱的戲啊，你有嗰個信任咧，其實你就會很舒服噶啦。嚇！那亞瑟是第一次跟學友哥合作，有沒有跟他說從小聽他的歌長大？有啊有啊有啊，當然有的，這個肯定是要表達的。他什麼反應呢？啊？那他怎麼反應？我觉得他应该很尴尬，他心想这种话我听多了。会有压力吗？面对学友哥？不会，不会，因为学友哥是蛮亲切的一个人，他在现场，其实他有的时候很像小朋友的，他会在现场唱歌，还会跳舞，那有没有跟他一起合唱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不敢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